看到这个地图上旁边这条路的这个河了没？它这就是这个托什干河啊。然后呢，托什干河它旁边呢有一条分支呢，叫做阿克苏河。我们今天呢是要去乌什县。这么多乌鸦在干啥呢？聚会。我的天哪，那个发现了骆驼群啊。但是我在想我们怎么过去，把车从这样开过去吧。你开过去干啥？你们吓跑了？你把车停到路边上，我们过去。前面也有一只，往前走。哦，往前走。我就在路边上这个。哎，你好。毛茸茸的啊，我想过去抱一下它，不会吐口水吧？前面我们还以为这是野生骆驼，我们走近一看啊，它那个看到它那个嘴上面带的那个绳子没有？这是放养的，但是这个骆驼为什么饿的驼峰都已经垂下来了？但是那边的骆驼驼峰全是立起来的。你看这个山要比电线杆稍微再高一点啊，它确实是一座山。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海拔呢就已经很高了，然后这只是一个山尖尖啊，很独立，非常独立的一个山尖尖啊。这骆驼应该是他们家的骆驼，你看这门口还堆着很多草料啊。哦，那边不还有一头骆驼群吗？啊，这里面还有一个骆驼群。我们有玩冰了吗？这个山特别矮。对，好小一座山。要不然我们去发现一下宝藏。我跟你说，无限那个贝壳呀、啊，那些化石都不能。我们呢，现在把这个车就停到这儿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骆驼粪便啊。然后这个是大骆驼的粪便，成年骆驼粪便。这是小骆驼粪便，然后比羊粪便更大一点。我们现在到了这座山呢，就非常的小，非常的袖珍啊。要比那个山要大一点，那个山才袖珍。我们现在。爬一下吧，走。呜，还是回音。这都生锈了。你看这个，质量很。这块绝对是铁矿。嗯，又是。都生锈了。这个石头它是不是汉字的山？慢点，慢点。倒着下，你正着下，一脚一滑，你就直接从上面一路坐下来了。OK， 这个骆驼也看了，山也爬了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，现在去吃饭，拜拜。